来，继续过来邀请到咱的厝边吼，是不是？咱的邱美兰邱大姐，安排歌叫《纯情》，共同来欣赏。谢谢。准时到台的全国的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大家晚安。你好，谢谢。纯情，谢谢我们的舞群，谢谢美兰姐，哇赞呢，咱的好朋友来鼓励一下，对对对，哇，咱大是志凯，还搞唱歌，是呀、啊，对，赞赞赞，哇，谢谢高赞，厉害厉害，咱的美兰姐真正唱歌吼，足好听，迄个节奏拢有对，迄个探戈咧行，而且还够姿势呢吼，你有哪样跳舞吼？
哦，有无？嘿呀，会晓跳舞吼，迄节奏你也较会准啊。特别徛伫遐，你唱的那样。啊，你唔是讲有啥物人咧，甲你看，要甲休一下。啊，要休一下。你袂记啊？袂记上啊？吼。我的三义的姐姐。哦，三义哦。对对。被我带丢呀。还有我们文化里的乡亲朋友，还有我们的歌友们。哎呦，大家好，大家晚安。哎呦，谢谢。拢咱的十几个好朋友啦。是是是。对对对，啊，你拄啊，唔是讲要甲阿辉啊娱乐，你拢袂记啊？阿辉啊，狼狈。电视比人，电视比人较好看。你看电视倒啊？你狼狈电视较好看。本人较好看啦。天哪，电视四角的呢？电视四角的呢？你再跟咱中国的好朋友讲呢，哦，大家主持人本人拢比电视好看。所以讲有闲就来阮家佚佗啊。是，没错。谢谢咱的梅兰姐，谢谢。